你好 Mega Music World， 我是来自中国的 Eva。 最近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所以我从马来西亚飞回了中国，在北京在线上继续与 Stacey 老师进行我的学琴之旅。那么首先我认为网课非常的方便，能够跨时空的将老师与学生连接在一起，能够让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学习到音乐。其次我认为网课十分的高效，老师在每堂课后都会通过社交软件及时反馈我们的上课表现，就会让我们知道有什么需要重点练习，使我们的学琴之路更加有效率。我非常喜欢 Mega Music 的网课，因为它让我学到很多关于钢琴的知识，也提升了我的琴技。那么希望以后的网课会更加精彩，也会更加多元。谢谢。